们说什么呢？谢谢上尉，谢谢上尉。觉得有些人都会稍微的收敛一点，但是等我习惯了，我会更骚的。等我习惯了。
很骚的。嗯，谢谢。
我买了好多好看的衣服，穿裤子了。什么东西被我摁起来了？
说谁呢？你在质疑谁的能力啊？你在说谁不能装啊？你到底在小瞧谁？送的是烟花，你刚才送的不是，刚才送的不是火箭啊。
是没有想到的。好吧，我现在就去脱了。谁能想到啊？谁能想到啊？女主播现场脱裤子？不行，我下面还有穿的。看看，现在很久只穿了一条短裙吗？那有没有点点叫声好姐姐？叫声好姐姐，好姐姐给你看啊！要叫好姐姐，要叫好姐姐好吗？快啊，快叫好姐姐啊！叫好姐姐，剪好腿给你看。机警呢？平时不是一直想看姐姐吗？快叫我姐姐，给你啊！快啊！快嘛！我这可能内内要露出来。嗯？不会扣分的。需要代言的可以找我啊，宝贝们。这个键盘900块钱。贵不贵？贵死了。不过没关系。我的。
信心吗？有没有信心啊？嗯，好了，你问问，哎呦，你问问他们要不要？他们肯定要的。身上都太炸了，对，但是我这个身上都它也不便宜，要不我下次再买一个身上都，可是我怕太浪费了，因为身上都我开的也不多呀，我开的也不多，你们看开身上都其实现在的效果跟不开身上都差不多，可能还不开身上都可以骚一点，开身上都骚不起来，知道吗？所以开身上都喜欢我开摄像头吗？喜欢我这样子吗？喜欢的话扣个一，喜欢的话扣个一，我习惯一下，我接下来也还是可以扫的。拍视频，对的，用手机。喜欢我这样子扣个一，不喜欢这样子扣个二，不喜欢这样子，还是觉得硬拼，还是觉得硬拼比较好，扣个二。
小剧场啊，算了，可以帮我打一下广告。嗯，还有啊，我去小剧场，希望我说第一句的时候，你们就要猜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嗯。就要猜出来了，哇，我的腿好细啊。你们真可怜，你们在直播间白嫖的真可怜，只能看到我一点点腿。在想什么呢？怎么，大晚上来你家找你不行啊？你不是说你爸妈不在家吗？你怕什么？再说了，你这人君子一个，我还怕你会对我做什么？给我看看你后妈的照片，你不是说你后妈长得可好看了吗？还御姐衣，还穿黑丝。哎，你可别耍赖啊，上次说好了要给我看的。嗯，在哪儿呢？哇塞，这结婚照真好看啊。哎，真是肤白貌美大长腿啊。那你和他的关系好吗？嗯，那你和你爸妈说了我们的关系吗？那你打算什么时候说啊？哦，过两天情人节再跟他们说啊。嗯，也好。啊，也不对，先别着急说吧，我先和我家里人说好不好？乖啦。不过你情人节打算送我什么呀？喂，真的假的？只剩一天嘞，你真的没有给我准备礼物啊？生气了。就知道你开玩笑的。哎，其实也不用破费，你不是说你后妈开了个花店吗？不如就从她那里买束花给我，毕竟是我未来婆婆的花，我一定会很宝贝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。嗯，我今天来找你啊，也不是什么大事，主要是这不是情人节了吗？我给你买了个东西，又怕不合适，就先给你试一下。怎么样？喜欢吗？喜欢吗？喜欢吗？这可是限定版的奥特曼项链，你们男孩子一定很喜欢吧？喜不喜欢啊？喜欢我，还不赶紧亲我一下？嗯？喜欢我还不赶紧亲我一下？我给你戴上好不好？嗯，来，
你看。其实我怎么可能真的送给你奥特曼项链啊？我其实还准备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礼物。不行，不行。这么轻易的给你，你要猜猜看，在我手上哪里，猜对了就给你，好吗？猜对了就给你，来，想知道是什么？那你猜猜看，我给你准备了什么？宝贝一定知道的，看过这一部作品的爹爹一定知道，婉儿姐姐给你准备了什么礼物啊？看过这部作品的爹爹把作品的名字写在弹幕上，告诉大家婉儿姐姐手里拿的是什么。看过这部作品的爹爹一定知道，这里面放了什么礼物。当当。亲我一下。好了，我不要给你，哪有这么轻易给你？我说了，我说了，你要猜中在哪里，我再给你啊。现在在我这里啊，在这里啊。你要猜中在哪里，我再给你。手勾个一，右手勾个二，再
手给我，手给我，快，把手给我，我帮你们戒指戴上。老公，谢谢你陪我这么久，谢谢你一直在我的身边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不仅长得高，又壮。见一下，刚才你给我的承诺了。刚才你怎么说来着？你说要答应，你答应过我的，说绕着这里走三圈，还要喊我主人。你看，我连这个都准备好了。我当然是有备而来的，我早就知道。老公，来，汪汪汪，汪汪汪，汪汪汪，乖狗狗，乖狗狗，主人牵着你，主人牵着你，把手给我。主人这里，爬到主人这里为止啊！这里要一千，爬到主人这里为止啊！来，爬到主人这里为止。小狗狗，还记得主人怎么叫你吗？一边汪汪汪，怎么不叫了？快啊！汪汪汪！过来，我怎么教你的？一边爬，一边叫。要是不让我满意的话，我可是要再惩罚你的。再加把劲啊，小狗！来呀、啊，马上就可以完成主人交给你的任务了。这里，你的终点在这里啊！
来啊。是说他们晚上不回来了吗？不是说你爸爸不回来了，你担心什么？过来，过来亲一口。宝贝亲亲，宝贝还是和以前一样啊，亲一下就会脸红。
笑脸都不喜欢，可恶！这可是奥特曼呢。
吓你，我是吓不松，我揍你哦。心想以后我就不等你了，是就等我见吧。是要我要吗？不要当我子，说不中吗？只有两秒钟吗？在等什么？最后两秒钟吗？要不来呀？咋回事呢？想不了。机会不把握，那我没有办法了。他们都在担心，是不是觉得我不顶？是不是觉得我不好冲啊？是不是觉得不好冲不好看啊？所以飞机火箭就不冲了。刚才不是有弟弟说要五个飞机吗？怎么还不出现啊？我在怀疑自己的能力，我也不想怀疑，可是
最近不知道怎么了，最近大家都在憋着。平常说话是这个声音？不是的，我平常说话是这个声音的。我平常说话是这个声音的。嗯，可是他们都不冲啊。睡了一觉。好了好了，那就下播吧。超火，哎，怎么可能是一个啊？怎么可能是一个啊？我这里火箭就有好多好多好多，每个月都可以更新的好吗？所以说我是动物园最顶啊，你又不信，你不信，给你们看看我的身子好不好？以前直播的截图，给你们看一下。以前直播的截图，有没有弟弟要看的？扣个一，要看的扣个一哦。嗯，直播的截图只是直播的截图啊，你看。嗯嗯，放心冲嘛，姐姐还能骗你不成？姐姐怎么说也是有头有脸的，没头没脸，但是是有腿有胸的。火箭就可以了，中单。哎呦，火箭就可以了。火箭，飞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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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看看全身，看不了啊。有的，什么都有的，什么都有。我那一衣柜的衣服呢，都是为了飞机火箭的弟弟们准备的，什么都有，什么剧情都有，什么角色都有。对的，中，不是的，火箭才是全部。飞机的话是一部分，所有的主播都是这样的。不信你，用我们房管啊！谢谢奔奔，我们房管都是老色批，房管都是超级老色批，但是他们随便那个飞机随便。谢谢奔奔的大飞机啊！谢谢奔奔。
可风，你真好。可风，可风哥哥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哇，谢谢馒头，谢谢馒头，馒头好久不见，馒头。对了，其实我想说的是，那天我本来想 CPU 你的，馒头，就是我这里啊，从上到下一留下来，全部都是钻石粉丝。先送一个飞机哦，然后再补四个。谢谢馒头，感谢馒头的钻石粉丝，爱你哦，馒头。馒头，好，真亮，好。CPU 成功了。我本来那天想要截图的，想想算了。没想到馒头今天出现了。送完飞机后，饲料弹幕里面扣一的婉儿专属小米说：“谢谢白家的飞机。”刚在送完飞机的弟弟，饲料弹幕里面扣一的婉儿专属小米说：“大好周末，不要再犹豫了。你看网上那些免费的，你充游戏一个皮肤多少钱呢？你游戏你一个皮肤就100块钱，啊？”游戏给你带了什么？没有皮肤你就打不了游戏吗？没有皮肤你照样可以打游戏啊。你少一个皮肤怎么了？你买其他的皮肤，你少一个皮肤怎么了？你少一个皮肤，你可以买姐姐的火箭飞机，你可以买姐姐的飞机。你有深入了解姐姐的机会啊。嗯，下一次中的时候不要再看网上那些免费的，没意思了。看看简简，哇，谢谢爱奇，谢谢爱奇，爱奇是聊天里面扣一的，我还专属小米手，谢谢爱奇，爱奇宝贝，嗯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大家都是充好钱了，就是等着别人送，他们才会跟着送，因为他们就不想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。谢谢潮人，这个词语好像有点涩涩吧？你怎么知道我会潮人？
这样。